元素车站变得好漂亮哦。那个是不是旧的车站啊？下来就是麦当劳的入口，是都市真的好方便哦，又有 IKEA 又有 Uniqlo， 整栋里面又有很多东西可以逛可以吃。啊，桃子的圣诞耶！哦，发现它的史努比耶！我在中间，然后四周都是店家，从 B1到三楼，进来左手边的电梯搭到八楼，那就从地下一楼开始逛。哇，这里的Uniqlo好酷哦！那边往下走就到主下通了。啊，桃子圣诞在这里。哦，原来这里面是分一栋一栋的。最里面这一栋是 Snow Peak， 要从这里下去 B2。哇，一出来就看到史努比。哇，原来是史努比的咖啡。抹茶馆呢，肚子有点饿了，想先来去吃东西。先到八楼看看有什么吃的。
在我家车站附近也最近新开了，今年日本最红的甜点应该是它了，我很多店都可以看得到。三楼走出来左边，这里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可惜哦，这边现在也被封起来了。接着来去下一站，现在整间店都是化妆品啊。这家的三楼是 Neko Cafe 耶，就在这里，好近哦。要到四楼去，好恐怖哦，感觉很好逛。不是这个，四楼。那等一下来逛这家。里面都是公主吗？可是没位置啊！天哪，好想进去哦！到了耶！一来就看到我喜欢的牌子，天哪，好想要哦！打七五折哎！我有没有看错？打三折哎，渐渐也打对折哎。这有枪底用的，天哪，一件才$99哎。这一区跟鞋子区而已。BTS
败家了，我觉得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抹茶ラテ一つ。アイスでよろしい。アイスで。